1月6日，袁巴元在朋友圈晒张雨绮在婚内出轨一事，且与刚认识两天的男子开房，不仅引发张雨绮与他血雨腥风的公关大战，更引来一众网友的围观热议。1月7日，袁巴元继张雨绮经纪人杨天真向媒体回应两人已达成共识后，也再次通过微博做出对两人互撕的回应，表示我将继续我的生活，也明确分手关系，不再就与张雨绮小姐二人过往感情种种做多余回应。最后感谢关心我们的所有人，希望大家都能家庭幸福，生活平安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